前到沟。点传师，现在是那个闭班结语嘛？恭请点传师慈悲。请点传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点传师好。点传师好。各位亲戚们，大家好啊！咱处定啊，领任、副领任、组长啊、副组长，跟咱在座各位姐妹在定，大家午安。大家午安。咱一个月一届的啊，哎，这个体育班，讲起来蛮说讲是非常的难得啦。这拢总是咱天分使然，吼啊！咱老前人五代医生，甲咱陈前人啊，奇秀大仙的啊，的这个恩惠，加上咱左前人、咱副前人啊，点传师，啊，佮甲咱地方啊，在前辈者的啊，一路来，那么扶持着这个道场。啊，今日今日，咱大家伫即、這个啊庄严上天庇庇护之下咧，啊，大家会当伫遮受佛的普照与慈观，佮会当受到真理的启发。大家会当沐浴在即个真理内底咧，也是讲是非常的难得啊！啊，咱各位青年大丁咧，伫梦中投降。拢会当花出着宝贵的时间，吼、哦，啊来参与了着今仔日的盛会，啊，会使讲是非常的难得。那当然，啊，咱福县的啊，即届拄啊好九月份去吉隆坡吼，啊，拢总四天，去一天，大概一天，而且两天吼，啊，因为来开着即、這个啊天人合一班。那天人合一班呢？啊，第一天呢是咱啊长生大师大帝南极仙翁哦啊来引谈。第二天呢是咱导师啊来引谈。那当然导师有去讲到啊来啊这个咱伫人生当中呢上盖课。是的护身符是啥物？智慧是护身符啦。敢是派伊遮即个护身符？敢是？三宝心。啊，老师讲的上好的护身符，就是当经常来佛的。嗯。阿弥安怎讲呢？因为这是咱智光老师伊讲，咱敢知影道中咧求助。敢知？阿求拢有效吗？无嘛吼。那么呢？咱伫个讲三宝的时阵，讲师有咧讲，咱若当着代志，会当用三宝嘛？敢是安尼？是是是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三宝敢用会赴？嗯。敢会？会赴。啊，所以老师伊安尼讲，所以伊讲。上盖好的护身符，就是咱经常会当在即个道中参拜。啊，太多啦！咱面向处长呢，伫遮来讲，啊，伊甲咱讲三思。即、這个三思来讲起，咱拢讲话讲啊，我拢来布施钱吼佛堂，哦，我拢来佛堂到处参拜，哦，我拢来遮讲道理，我拢来遮用善帮忙道中。各位姐妹，是帮忙道中，还是帮忙家己？咱爱面对真，是帮忙家己。诸佛菩萨之所以今日去会当受到万人的尊敬、朝拜的对象，就是伊不断伫在世的时阵不断的付出。
咱也甲看，当然嘞，咱咧到高中，哦，大家拢总是不断的付出，敢有可能有看到讲道中互伊啥物事，啥物报答感？哦，看无嘛吼、哦。那么诸佛菩萨在世的时阵，同款嘛是安尼做，但是到最后，伊敢有回馈倒转来伊本身？敢有？有哦，啊无，咱还要甲拜。即就是伊过去在世的时阵，哦，伊三世朋友。咱恁讲个讲，我有在世法师，我有如意师，但是究竟舍得舍得有舍有得嘛？无舍要怎得得？哦，啊，所以讲起咧，也就是讲，咱伊当中所付出的，其实是为咱家己的慧命。来铺一条迄长的路，叫做回天的资源。诸佛菩萨呢，伊就是安尼做啦，唔是咱日用的地书达安尼做。哦，所以讲的咱处境非常的慈悲。哦，会使讲伫天明班不断哦来伫呼吁咱大家，其实人讲世人找死路，咱要倒转去。的资源唯有伫咱在世的时阵，咱爱家己去铺路。那即次上天慈悲呢，多讲来即个火体，大会当予咱辅助动荡、辅助动修，哦，会当牵车带住。啊，若无咱较早修行，是毋是爱抛车弃子，爱遁入深山孤洞去修行？感谢咧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伫佛教里面时阵，上天慈悲。哦，上去到这个道，嘛就是讲伫未来大劫所脱胎的一前，上天不忍心欲惜部分，所以想降道来予咱得道，啊，予咱会当啊来成功了愿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伫咱人生的顶半世人，咱是为着这个家庭的经济，爱付出，爱努力。那么咧，伫啊，六十岁以后，咱爱为着咱后半世人来拍算，就是安那，咱目睭起去以后，即段来拍算，安尼咧，就是会当找到回天之路了后，嘛就是讲你求着道了后，哦，上天你已经摕着一张的车票，咱敢爱坐？敢爱坐车？哎呀，车票你买伫个去台北。予你买着啊，啊爱坐车，因为咱是先得后修，哦啊，所以讲咧，咱道中需要大家，咱敢爱，咱敢需要道中，予咱成功了的，敢爱？系。爱哦，哦，因为道中遮尔遮尔大，哦啊，但是推动这个道路足济，要救度兄弟姊妹，会使讲芸芸众生足济。拢是靠需要靠咱大家帮忙，咱济公老师帮忙，咱弥勒祖师，哦，啊会当咧来度化兄弟姊妹。你像咱今仔日伫遮开班，楼卡偌济浅浅伫遐咧行无畏师咧，敢知？哦，有交通指挥，伫遐入来有交通指挥，哦，有服务人员，有挂号人员，哦，干事，有督办咧。都把个上面到，好、哦，今日咧大粒瓜、细粒瓜，伊呢也袂当用扭起啦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前辈者的慈悲，无非就是要予咱来入班了后，会当非常的安心放下，伫这个所在啊，好好来聆听了解教师对咱发布的资讯。予咱心有所了解，即个领会，予咱神灵意会，内心迄种的欢喜，叫做欢喜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一方面感受道理，一方面当行外王，三世并行，叫做福慧双修。哦，咱咧修行袂使讲话讲哦，我拢负责做，你来听道理，我坐袂住，我不爱。哦，爱是讲话讲哦，我带佛堂较轻松啊。坐咧天气吹咧，搁安尼放松放松啊，搁想要困去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我听道理了啊，剩个工作别人做，敢会当呢？
敢袂啦？咱爱分配双手。哦，当然有工课，无咱做，咱一定爱出教分量。哦，他拄啊，处长讲的，行无畏死就是了苦根啦。哦，了苦根，一世人我来，一世人我爱食偌济苦，哦，爱食偌济苦固定的。但是我会当伫道中内底咧办办，敢会辛苦？会啊，因为咱佛堂咧要开礼拜的疫情。前线拢会来环境整理，哦，啊会来摆椅啊，哦，当然爱付出，啊，这就是咧了苦根。咱各位前面，咱今日你坐伫遮，到是咧了苦根，嘛是咧了苦根。因为伫春日的时阵要体咧，哦，要脚翘起，要安怎倒，要安怎徛，拢留在人嘛，足轻松啊，对无？下来遮吼，虽然无规定讲爱坐到四正吼。无规定，唔过安尼坐一步，下回嘛无啥爱来，因为安那，艰苦啊，坐大遐，啊有影，有当时啊，互人接触，难免的道理听较大，哦，啊唔过呢，气病较徛有人个，哦，啊豆豆啊听，豆豆啊感受，豆豆啊听，豆豆啊感受，嘛咧练练，哦，今日你讲师讲个。哦，咱拢去用家己的五指山八条的呢，各位前面讲起来呢，互咱的三心四相，所以伫佛家因公经甲咱讲，爱扫三心为四相，就是爱自己坐塔。我的艰苦唔是恁来甲我解决的，是我爱家己去解决的。啊，要怎解决？你的艰苦，心的艰苦是对对来，对心来。哦，啊，对心来的时阵，你有法句的尊论，你感受心领意会当中，有影啦。一句行出万用，今仔日当初安尼讲，我知影，我要安怎做啦。我无爱乎这个扫，乎这个三心四相来甲我绑掉的，安尼吼，我变绑架了，敢会艰苦？会咧，吼，若去百货公司，迄样物件俗哦，无水，但是贵哦，啊，唔过咧，无买足艰苦。你敢有去百货？你会定定日思夜想咧，拢咧想讲，哦，迄领衫足水，哦，迄领我穿落去吼，安尼规个气质拢起来吼。啊，唔过好贵三三，佫唔敢买。啊，唔过佫无法度人去互放下，敢是去互迄领衫绑掉的？啊，敢袂互人绑掉的？会咧，若拄拄好某一个人，茫讲刁工，别甲咱算啦，是无着伊啊，甲咱算着啦。会，你听着，是毋是骨力工、骨力重，搁咧想，敢会安尼？毋是想尔，搁家己切去想要入伊，切伊入入烟花咧，敢是安尼？咱若甲想，咱是毋是要放假？啊，过去都拢过去啊。亲像水破落地啊！哦，啊，你的时阵呢，咱是不是人工师甲咱教，咱来破它？哦，啊，过就好过啊，好个也好过啊，哦，啊，歹个，咱个动作这是咱过去式，安那欠人个，敢是？啊，敢是真正咱过去式欠人个？敢是？唔欠你。过去呢？敢是？是。是哦。哦，啊，若无角度啊，好着啦。哦，我一个医官，他说为什么会是我？为什么会是我？太明白了。哦，因为咱纯家己的兄弟姊妹，哦，兄弟姊妹名有够有相像，无嘛？兄弟姊妹说，啊，的名有够有共，为什么咱会无共？敢是恁爸爸妈妈偏心？对大姊较好，所以大姊这世人吼、哦、过到有够富裕。啊，我这做小妹的人呢，哦，从细汉啊艰苦到今，哦，啊到今结婚啊嘛搁咧艰苦，敢是爸爸妈妈偏心？唔是啦吼、哦，只是咱每一个人过去世三世因缘所造就的。啊，咱尽了解着这个因缘果报了后，你敢爱甲了掉？要了掉就是。江苏甲咱讲的，咱一世人得到的，你会当放下，就会当离苦得乐。哦，处长甲咱讲的，予咱会当三思并行，
咱来甲修，一方面增长智慧，一方面会当做雕刻金。那么呢，即、这个福慧双修，哦，啊慢慢修，慢慢会当圆满。所以讲，一尊佛，但讲雕佛，雕佛。咱弥勒祖师，即、这个佛感是人雕出来，但是，哦，即、这个像是雕刻师家己雕出来。诶，即块弥勒佛要立安拜，敢爱同用迄落刀安尼敲安尼削，啊用迄落个迄擦甲安尼擦甲爱，用刷纸安尼用甲爱。咱各位前面后台要先分，敢毋免来遮练？敢毋免伫恁兜互人练？敢爱？敢爱互恁同事家己练？敢爱德清家己练？当初讲到足清楚，拢爱互练。但是练了了后，好，你愈练金刚强强棍，哦，安尼伊奶奶讲我了解，感谢感谢。若无你教我练，我拢唔知，我感觉我想甲足好。结果今仔日去用一句话呢，哦，安尼讲的到第二段，轻轻飘一线，多中便出现，艰苦上的艰苦。家己嘛，但是互我进来进起来，而且讲话无小心有甲咱酸着，甲咱敲着，甲咱射着，后感觉无爱去啊。因为吼，今仔日吼，某某人讲过话吼，真正听来有够差异的对啦。那安尼吼，你这个艰苦不是来，无得到好处，搁更艰苦找家己。其实咱听道理就是要安那，吼、哦、要学较巧。哦啊，听过了嘛，反正当作听人的经验的啦，啊，迄经验的就无味啦。哦，人是比好是差不多就讲，哈、啊，各位。稍微的分分钟要四十，可以啦吼。诶、啊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啊，好些咧，啊，有需要，啊，因为咱福建人咧，啊，因为今仔日体育班合成咧，嘛是指挥班，哦，啊，因为福建人去关心，哦，啊，伊就交代好些，直接交咱结缘，啊，因为这个班咧好些有可能嘛，真够无敌咧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个老师教人讲个最好的护身符，就是爱平常伫道场帮忙。哦，安尼老师伊讲，啊，你当中为遐个姊妹咧摄相啊，哪有迄个身份无甲你道场干个咧？安尼讲够有滴。嗯。哦，啊，无求出皮，出皮头不一定有效。三宝啊，啊，顶个要发生代志啊，三宝用袂，伊是身份的，伊知影了。伊就会当甲你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今日去大济教有来，有嘛吼？大济吼足诚心，迄阵啊调货我拢去泰国，吼、哦、啊进咱咧开班，伊拢用物件来卖，卖卖就是囥家己咱袋仔咧，伊怎啊对做公积金？吼、哦、啊开发豆腐用，因为豆腐咧开发车啦吼，啊甲种种拢爱钱嘛，吼、哦、啊人伊拢足。伊足辛苦诶，吼、哦，迄伫迄泰国迄腰带下咧吼，有羊毛那么多块咧。哦。啊，伫遐诶时阵咧，哦，单单道场要来求道，爱先煮饭饭食，吼、哦，爱去做上帝，了后有时间，吼、哦，爱去，吼、哦，去经历这个环境。嗯。啊，但是伊了，伊食诶苦，嘛就是讲，互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老师讲诶，疗愈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佛堂，一个是。各位前人，咱要来遮疗愈，受苦还是要去病院？哎，火炭没有火炭。来遮啦吼，来遮吼，啊，自闭啦吼，就卖去耽误啊。啊，好些呢，啊，最后嘛是祝福咱大家咱啊身体健康，啊，万事如意，啊，好发财，祝福着咱。啊，希望咱伫后一届呢一定爱来，啊，佮希望咱一个人娶一个。刚好，你带迄个人来嘛是了愿的，敢是安尼？苦口婆心嘛，这叫做法师啊。哦，啊，咱有善事，大家共结做，安尼刚好。哦，除了当前人甲咱联络，咱嘛想讲好，安尼我来找法对一个道亲吼，我来甲念一个手咧吼，啊，甲一位做伙来，好，安尼吼，好啦吼，好，感恩。Come on。
谢点传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昏道鞠躬。再次以热烈掌声感谢点传师。